服了，现在30-40度的天气不开空调太热，开了空调啊，我儿子每天早晨都狂流鼻涕，睁开眼睛打喷嚏。平时啊，喷洗滴是一样不落，还是没啥用。我意识到这是大事儿啊，必须要重视。为此啊，我做了很多功课，了解到啊，好多孩子这里的问题，大多是因为该补菌了。又学习了崔老师的益生菌科普，学习到啊，益生菌是分很多种的，我们要根据孩子不同的问题来选择相应的益生菌种类。最终我给儿子选了这款崔老师和信宜共研的 S16 益生菌。信宜家的益生菌啊，一直让我很放心，它的配料特别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乳粉、果粉、蔗糖、香精这些乱七八糟的，给孩子吃啊就很安心。它里面光菌株就有12种，其中有6种是专门对标鼻子定向的菌株，和4种基础菌，还有2种妈妈菌，还添加了4种益生元，多种菌株协同就能给孩子一个全方位的保护。它每一小条里啊就有240亿的高活菌量，可以满足孩子日常所需，而且还是无乳糖配方的，都是这种独立条装的，开袋即食或者温水冲服都可以。我儿子都是直接干吃的，特别的方便。我现在每天给儿子吃一条啊，现在天天待在空调房，也没有小情小况发生了。妈妈们，家有同款的，一定要给孩子吃这种有针对性的益生菌。趁现在有活动啊，建议拍4盒试试。